十五出我人生节目正在火热播出中，单身梦想大使的周立波一向言辞犀利，气势凌人。然而日前在录制节目，他与节目评委杨丽萍一同上台时不慎被绊倒，可怜的波波摔了个四脚朝天。令人发笑的是，周立波倒地时还不忘紧紧拉着杨丽萍的麦克风线，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，却仍然逃不过糗态的发生。然而不久前在录制另一节目时，周立波在效仿追梦人一跃而起，也是重重的摔在了地上。不知是否已经习惯此举，摔得惨烈的波波瞬间满血复活，同杨丽萍学起了孔雀舞，奈何先天条件有限，反过来被撒贝宁调侃为活鸡舞。这哪是雀啊，这是真的是总比火鸡强。看来这次波波也是真的栽了一把呀。优酷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